这孩子从小被我宠坏了，性格粗野，不懂礼数，就怕他进了许家之后让许家见笑啊。啊，不碍事不碍事，女人在野，嫁了人她就得改。可这孩子真的是难以调教。老哥，对于令千金的为人处事，我是早有耳闻的。按我本人的意思，我是不敢高攀的，啊。但是犬子执迷不悟，非他不娶，我就这么一个独苗，我只好随了他的心愿。女人嘛，是需要调教的。等生米煮成了熟饭，那就由不得他了。牛不饮水，强按头，这也不行。小女确实性子刚烈，就怕她嫁进许家以后再给你们惹什么麻烦，那我可真是于心不忍呐。没事儿，马儿再烈，给她套上了龙头，她就好了。这话怎么讲啊？你我都不是冷暖之人，俗套就免了吧。啊，让年轻人先澄清后白糖也是可以的嘛。这倒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。爹，干什么呢？这都是让你给逼的。我们夏家历代家风清廉，做人懂道理。可你呢，目无尊长，成日为非作歹，我们夏家的脸面都让你给丢尽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许家今日送来了聘礼，我也收下了。你要是不答应嫁进许家，今天我就在你面前吊死。爹，你别在那装神弄鬼的了，你要死我不拦着，要不咱俩一块儿。你个不忠不孝、不懂廉耻的东西！我当初算是白养活你了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你生下来的时候就该把你扔到马桶里淹死我。月色悠悠。知道吗？
蝶和你比翼双飞，可是现在我也真的是生不如死。姐，你别太难过了。说不定谢老板他过两天就回来了呢。老人说了，这真心相爱的人心都是相通的。谢老板知道您这么的想他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到时候他要是回来了，您看这不吃不喝的，把身体给弄垮了，那可怎么好啊？来，把鸡汤喝了吧。来，带小姐去更衣。为什么？今天是你出嫁的日子，做新娘子了吗？理应穿得漂漂亮亮的，让婆家人高兴啊！我没答应嫁人呢。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你岂能违抗？爹，我是人，不是畜生，不能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。现在由不得你了，来，带小姐去更衣。你们敢！小姐，别！休得胡来！我实话告诉你，你今天必须到徐家去拜堂成亲。我倒是想看看你今天有什么法子让我走出这个院子。刚才喝的鸡汤里边，我叫人放了魂魄散了。从现在起12个时辰之内，你是看得见也听得见，可你说不了动不了。女儿啊，别怪爹狠心，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，我不能眼看着你自己把你自己给毁了呀。听话，嫁人吧。啊，听说那许家公子为人宽容厚道，他不会亏待你的，你就放心去吧。来人，扶小姐去更衣。是。你爹说了，喝了这碗红糖水，你就能说话了。我不会和一个不会说话的女人上床，
我也不会嫁给一个禽兽不如的畜生。这你也不能怪我呀。其实我真的很爱你，知道吗？你既然能跟一个戏子好，为什么不能跟我？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害我，就要对我好？你少在这儿装模作样了，我恨你。你这个没用的呆子，你少给他啰嗦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她只要进了我们许家的门，她就是我们许家的人，就由不得她的性子来。爹，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，您就别再管了。我不管，我不管你不在这儿站到天亮啊！啊，我跟你说，女人是天生被男人气的，她要不服，你就厉害点啊！只要她成了你的人，你就是给她双翅膀，她都飞不远。像你这种厚颜无耻，还假装道貌岸然的人，怎么配当爹？我配不配当爹，咱们另说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许家的人了。你就是块铁，我也有办法把你变软。依林，过去把他衣服给我脱了。你敢？你这让我跟你动手啊你！别碰我！别碰我！住手！你是个畜生，哪有当爹的在儿子面前撕儿媳妇衣服的？你还是不是人？教不严，父之惰啊！依琳她打小胆小怕事，到如今做事一点主见都没有，她哪像个男人呢？啊，今天这一关他是过不了，以后他就甭想做人了。啊，再说，你的父亲也再三的嘱咐我，让我好好的开导你。我跟你说，啊，你只要老老实实做依琳的媳妇，我别无他求。你只要答应了，我许家的一切都是你的。你要是不答应，那你就是我许家的仇人，那后果可就严重了。别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害了我，还脸不红气不喘，理直气壮，你真是卑鄙无耻！我告诉你，你有本事今天把我杀了，否则你们许家肯定鸡犬不宁。你就是明天死，今天也得做依林的媳妇。我们许家从来没做亏本的买卖。我自己来。你总说我不是一个男人，今天我还做一次男人给你看看。哭啊，娘子为父今生今世非你不娶。你夏哥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我不行。你说什么？天生就不行，我是个天烟之人，大家都看到。你既然是个天烟之人，你为什么还娶我为妻？你也知道，我爹也五房七妾，却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。我从小对经商就不感兴趣，再加上
我又是个天怨之人，所以我爹一直想找一个能干的儿媳妇，替我这个撑不起的阿斗来支撑家业。我早就对你心生仰慕，可是我从来不敢奢望娶你为妻。听说你跟谢棠分手了，我痛苦的心才有了希望。正好你爹和我爹又是世交，他们两人一拍即合，才有了今天的结果。你这哪是对我好？你是和他们合伙挖了一个火坑，让我往里跳。我知道你心高气傲，再加上你心里已经有谢棠了，你根本就看不上我。但父命不可违呀，我只求你名义上做我的妻子，只要能天天看到你，我就心满意足。那你这不是让我守活寡吗？你不是还有谢棠吗？虽然你们俩无名无分，但是你们可以做真夫妻呀，我不会为难你们的。就是你想当活乌龟，你爹都不会答应的，他比你们许家的脸面看得比命还重。我真是没有办法，求你可怜可怜我。其实我也知道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活了，我爹岁数也不小了，他也可怜起我这么一个无能的儿子。你就熬一熬吧，就当是可怜路边的一只狗一只猫。你又胡说什么？我得了一种怪病，不能见水，大夫说我最多活不过25岁。你就委屈委屈，在许家待几年吧。你要是把我爹惹急了，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再说了，我真心喜欢你也不是错啊。这都是命。景儿，谢老板，我问你，你家小姐是心甘情愿嫁人的吗？怎么可能，这都是被你害的。此话怎讲？自从你不辞而别，我家小姐成日以泪洗面，茶饭不思，差点连命都丢了，这才被许家钻了空子，把她娶了过去。什么钻空子？如果她不答应的话，难道他们还能把他捆回去？你说这话也太没良心了吧！我家小姐还真是被捆了去的。老爷让她喝了魂魄散，12个时辰不能说话，不能动弹，才让许家用花轿给抬过去的。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，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？告诉你家小姐，以前是我谢棠误会。我不该弃他而去，我这次来就是拼出命也要把小姐接出来。你可别乱来啊。现在许家上上下下把小姐看得可紧了，你丢了性命不说，我家小姐会被你害了的。把这个交给你家小姐，让她等着我，我会想出办法把她救出来的。永永一花一
月余，千魂梦，相思缠系。情切切，盼郎归，那月第七。两袖，你回来了，想得我英台好苦。你这是何苦呢？你看我还行吗？我当然比不上你了，更比不上那谢堂了。可是我会尽力的。其实你的命挺苦，活在这个世上，只能受罪。不，你还拖累别人。是啊，你苦，我苦。大家都苦，何不找个法子，让大家都不苦呢？其实你的人挺好，只是老天爷不公平，好人没好命。你有你这句话，我死了也高兴。别老说什么死不死的，让人心烦。蝼蚁尚且偷生，何况人呢？活着啥也不能干，还让人讨厌，又是何苦？夏荷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你的，我会让你幸福。你给不了我想要的幸福，苦啊！你真的没看见谢堂哥哥？这个小镇就这么大，我都找了三遍了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真是把人给急死了。既然他说让你等他，那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。我相信谢老板不是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。等我再见着他，我非得咬他两口才解恨。你除了能弄我一脸吐沫，还能干什么？最讨厌胭脂了，你别烦人了，早点睡。这胭脂可是个好东西，它可以让你兴奋。等我走了，你打开看吧。
其实你的人挺好，只是老天爷不公平，你给不了我想要的幸福。哭啊！少奶奶，不好了，徐少爷当真池塘淹死了。一个大活人说没就没了，真的，现在全府上下都乱成一锅粥了。这胭脂可是个好东西，它可以让你幸福。等我走了，打开看。你的良兄在梅溪镇四海客栈等你，今天是你回娘家的日子，正好前去相见。我说过我是你的男人，我要让你幸福，我和你是有份无缘，所以我走了，让你和你的谢堂哥哥终成眷属。徐依林，你真够傻的。你这是何苦呢？您走，我跟您姐走。没钱还想住店，要不是看在你好歹是个角儿的份上，非得报官把你抓了。这位仁兄，我最近啊真是手头一时紧张，您就再宽限我两天，我保证把所欠的全部还上。少废话，你要是有钱立马还上，你还是我的座上宾，要是没钱马上滚蛋。您人生无常啊，这家伙当年在舞台上呼风唤雨，可没想到转眼间落到这种地步，这凤凰落到鸡堆里比鸡还不如啊。那怎么会成这样，都快成要饭的了。都是一个情害的。老爷，少奶奶请来了。徐老爷，这就是下河吧。犬子命薄，不幸夭折，我晚年丧子，万念俱灰，只求堂主好好的待我的儿媳，好让依林在天之灵安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是不是要把我给卖了？早闻你快人快语，直脾气，下府的千金，徐府的儿媳，何等尊贵啊，谁敢卖了你啊？那你们叫我来干什么？你新婚燕尔就成了寡妇，是我们徐家对不住你。但是按照祖上的规矩，寡妇都要进清洁堂修身养性，我们许家的儿媳也不能免。所以今天我请清洁堂的堂主接你进堂。那个清洁堂就是一个带死人的地方，我不去。这可由不得你。我不去。我爹知道吗？我爹知道你要把我送到那个鬼地方去吗？这事儿就是你爹和徐老爷亲自到我堂里去办的。你性情确实浮躁，说话口无遮拦，做事不计后果，确实应该去清洁堂好好的磨砺磨砺。今天就是你们说破了天，我都不去。既然你执意孤行，我只能按我清洁堂的规矩办了。天色，赵，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别动，老实点！放开，放开！别动！花堂主啊，在这里吃完饭再走也不迟啊。不叨扰了，还是尽快把夏荷带回清洁堂吧。那好吧。你们都是一群不带好死的东西！
我配。大胆！进了清洁堂还敢这么大胆？知道你家有钱，可是进了这儿，没有什么富贵贫穷之分，都得按规矩办。夏荷，我知道你也是个苦命的女人，我们今天能在这里相聚是我们的缘分。你进了清洁堂就要忘记自己的性别，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在这里过日子。你啊，这是在痴人说梦。老娘就是女的，老娘就是要思春，老娘就是离了男人活不了，怎么着吧。看来你真是热血攻心，不顾死活。可我不喜欢你这样，明明知道不可能的事情，偏要像傻子一样的去冒险。如果你一意孤行，我会让你知道我这清洁堂可不是你夏府的大院，没有人宠着你。那就来吧，我倒想看看你们这个清洁堂到底有多少折磨人的玩意儿，我才不怕呢。嘿，哎呦，这才一鞭子就不牛了，这才哪当胆儿，接着骂。哎，你过来过来过来。你是个女的吗？你下手怎么那么狠？老爷，老爷，你干什么慌慌张张的，不懂规矩的家伙。那个谢堂他又来了。这个混蛋搅得我夏家是鸡犬不宁，他还敢来。去把他给我轰走。哎，慢。老爷，这个谢堂就像一块狗皮膏药，沾上了就撕不掉。咱们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，要不然他也会搅得夏荷在清洁堂里不得安生啊。是得想个办法了。水喝。骆管家，您就实话告诉我，这夏小姐到底怎么了？您就让我和她见上面，让我把心底的话告诉她，然后我就走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小姐的命可真够苦的，过门没多久就死了丈夫，这年纪轻轻的就守了寡，这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麻烦您禀告老爷，我谢堂虽穷，可还有一门技艺能养活到，我愿意娶她为妻。说起容易做到难啊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这方圆百里的有哪个寡妇再改嫁的？再说了，这徐府也不是一般的人家，他们绝对不会同意夏荷离开徐家的。现在是民国了，他们许家也不能强迫夏荷守寡呀，难道你们也忍心就看着夏荷这样清清苦苦的过一辈子吗？说的也是啊。不过我倒有个办法能救出小姐来，就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了。只要能把夏荷救出来，我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。我也很想帮你，也很同情你和夏荷。这把钥匙
能够打开许家大院的后门。这把枪能保你和夏荷安全地逃离徐府，到时候我再派马车来接你。感谢骆管家的大恩大德，如果我和夏荷能逃出升天，您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，来世我就是做牛做马也会报答您的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起来起来起来。另外啊，我还替你画了一张图，这小姐的卧室啊就在徐府后院的西南角，拿着，你把小姐接出来之后啊就不要再回夏府了，远走高飞吧。等事情平息之后你们再回来，到那时候啊，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木已刻成粥了，他许家也就无可奈何了。时间不早了，你也去准备准备，我也好派人去通知小姐。谢谢罗管家，那我告辞了。谁？谢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家少奶奶呢？我要接她出去。你来晚了，少奶奶已经被他们送到清洁堂去了。少奶奶想你想的好苦啊。什么？他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儿？这也太残忍了。戏子，你走不了了，快滚出来！原来这是他们给我下的套啊。你快逃吧，要是被他们抓到了那就完蛋了。我走了。你别动，你们都闪开，跟我走。你走不了了，你入室持剑抢劫，这可是犯大罪的。这都是你设的圈套，要陷害我。这谁信呢？少啰嗦，把他押到县府叫官家处置。别动！你们这些个王八蛋，早就设计好了要陷害我，我先要了你们的命。你手里拿的就是块破铁，还这么张狂！告诉你，老老实实。